对自身错误性严厉开除的代理商会员，以上强制性的保证现在作为使用，还是申请取消的王先生？你应该能看到我的收货地址吧？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派出所。你现在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了吧？好的好的，那实际上没关系，那我这边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，好吧？哎，别挂呀，别挂呀，兄弟。啊，先生，啊，确实不好意思，我这边工作啊比较忙，先生。哎呀，反正你每天都是打电话，对不对？去那边去了有多久了嘛？你去哪边了？你现在在哪里吗？我现在在马来西亚。哦，马来西亚的呀？马来西亚的疫情不恼火吗？啊，挺严重的，我都得过新冠了。啊，你已经得过了，已经好了吧？好了好了。你们那个应该管得挺严的吧？啊、挺严的。嗯。买个东西都不能买。买东西都不能买，还对，天天还要被打，还会被打？那你是怎么？你也是被骗过去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被骗过去的，被卖到这里来的呀，没办法呀。你也是在网上那种找工作的时候，然后被骗过去的吗？对对对，说什么高薪招聘，50000块钱一个月，啊，工作简单，然后我就过来了。兄弟，这种你也信了？想不想回来呢？想不想回来？啊，我想回来呀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其实。你是怎么出去的呢？偷越边境。哦，偷越边境出去的。对对。嗯。都是说是被卖过来的。我被骗过来之后，知道是做这种事的，我就不想做了，就不想打电话。不打的话就要打我。那这个想回来的话。我不打电话，他就把我卖了。卖了的话，我现在还欠什么？十多万，我要把这十多万的业绩打出来才可以回去。